没想到今年先锋收的居然是鸡油菌。菌子多，一锅装不下呀。爸爸是吃的，少，眼不见为净，不能忍啊！为什么不洗干净？算了，一眼瞅，让它咕噜咕噜自己冒泡，然后浓缩这个鲜味的精华。AI 辣椒少来一点。蘑菇一般当晚就处理好，炒熟以后冷藏，第二天就可以来点其他配料一起炒。这次太多了，分了几次吃，没吃完的剁碎了，准备包饺子。我这个只能装装个样子，因为一个手根本切不了。先掉眉毛的好吃，之后采的有做成蘑菇油的，还有烘干变成蘑菇干的，最简单的来个蛋炒饭也相当美味。炖排骨属于常规操作，一般不炖鸡，因为这边的鸡不配。上次我把蘑菇刀丢了，再买一把继续采，成本又一次增加了。